Glam Glow 的忠实粉丝。我觉得这是一个完全不会踩雷的品牌，每一个产品都非常好用。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邀请丝芙兰中国区商品副总裁尊瑞女士为我们分享 Glam Glow Glam Mate 此次加入丝芙兰的重要意义。 Let's welcome the Vice President Merchandising of Sephora China, Mrs. Jun Ray. Please, on stage. Good afternoon, everyone. I'm very happy to be here today. Thank you so much for taking the time out of your schedule to come here. My name is Jun, and I'm in charge of all of merchandising at Sephora China. I'm very glad to see Glam Glow bringing some excitement to the store today. So many people outside and inside. And this is a true testament to the partnership Sephora China has with Motor Group. So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support and all you, and your help in building this business together with us. As a leading prestige beauty retailer, Sephora China is committed to bringing the... 我觉得刚才朱女士的分享，她说呢，这个面膜用了之后，你至少可能你要带一到两罐才会舍得离开这间丝芙兰。我觉得可能讲少了，至少要三罐。那么接下来呢，我想大家翘首企盼的下面要登场的这一位，他是谁呢？我们能可以听到大家呼喊他的名字吗？一二三，尖叫在哪里？尖叫不够响，他可能不上台。一二三。非常的爱粉丝的偶像，然后怕大家太辛苦，所以直接来了。小菊呢，请问你作为 Glam Glow Glam Mate 中国区的发光面膜代言人，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什么样的契机与品牌结下如此美好的缘分吗？这个说起来是一个还蛮奇妙的故事，因为我平常的话，工作中可能就会无聊的时候刷一些社交 social media， 然后。我在 Instagram 的时候刷到了一个歌手，是好莱坞的巨星，然后他叫 Ariana Grande， 然后他在他的 IG 上面呢用了这个发光面膜，然后来自拍。那时候我就很好奇说，哎，什么样的面膜它为什么会这么的 shining？ 对，然后我就去查了一下，后来很开心的可以跟Glam Glow 合作。那它是一个非常舒服，然后非常即刻有效的面膜，所以在平常的使用中非常开心。这样做品牌的特点，还讲述了说品牌那么多好莱坞的明星喜欢用。那么看来小菊呢是非常喜欢我们 Glam Glow 的面膜，但是我们是一个非常注重成分，并且呢以即刻起效闻名的护肤品牌。那接下来呢，我可能是一个真心话时间，请说。我要问你一个秘密，你要以你的英俊骑士，你要回答你真实的答案好吗？非常真实。好，请问你最喜欢Glam Mate 的哪一款面膜？因为你知道作为代言人啊，他肯定代言权限啊，那最爱是哪一款呢？大家想不想知道他的答案？想。不要，我是不是为难你？老板，我应该选哪一个？别开玩笑，开玩笑。等一下，你看，老板其实气候比较干燥，所以我现在最常用的，其实是蓝色这一罐，洁可蓝罐。对对对。为什么？因为它非常的保湿，然后每次在上妆之前，然后用它来有那种即刻的那种感觉，让我觉得就是说可以瞬间的补充水分，然后让妆也可以更服帖，这样，所以推荐给大家这一罐，非常棒。你知道，如果不是经常使用这一瓶洁可蓝罐面膜，帮助肌肤来及时补充水分，让肌肤散发这种明明的水光的话，是不能说出这种答案的。那么呢，哎，到底除了洁可蓝罐呢？有多么好用？还有呢，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两款明星面膜要跟大家进行分享。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两位模特上台，让我们来直观看一下净化白罐和上镜紫罐这两罐也非常好用的面膜的上脸的真实使用感受。那有请呢，首先是我们的紫罐的模特，这是一瓶，这个面膜敷上来，大家是什么感觉？你知道吗？他走过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好像是从外太空走来的。对，肤色比较特别，肤色。所以，请问这是你本身的肤色吗？是。你这个问题好有趣。但是呢，哎，这个面膜用完了以后，会发现说，来判断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格莱美的粉丝是什么？因为特别爱格莱美面膜的人，肌肤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的光滑，会发光，非常光滑。对。那么这罐面膜用了之后呢，是真的非常的酷炫。我们看到的这罐面膜泛着一种好像来自于外太空的这种银色的光泽感，
而且敷上这款面膜，大家特别喜欢做一件事情，应该是拍照吧。对，然后发朋友圈，发 Instagram， 因为它真的非常的酷。对，一般不会有这种肤色嘛，所以要纪念一下。其实我在担心一件事情，如果待会我们把面膜卸了之后，它本身肤色还是这样怎么办？哇，那应该会上新闻啊。对，好，那么。只要你用了这罐紫罐呢，你做了自拍，你就一定会照片的赢在朋友圈。这罐面膜呢，卸除也非常的方便，完全不需要水洗，直接呢从下向上轻轻撕开来即可。那我们请工作人员帮他来撕一下这罐面膜来看看。我平时在用的时候呢，我会觉得撕下来的这罐面膜越完整，我就觉得接下来这一天一定是非常顺利的一天。等一下，等一下，面膜下面怎么还是紫色？这款面膜呢，整张撕除下来非常方便。撕下来之后呢，你会发现你的肌肤呢，整个面部线条都会呈现一种 up 向上提拉的状态，皮肤呢也会变得更加的细滑。那我跟小菊呢是距离模特非常近的，小菊，你觉得模特敷完紫罐之后皮肤有什么特点呢？跟你说的一样，跟刚刚没什么区别的，还是银色的。不是，我觉得。应该肉眼可见非常的白皙，然后水分也非常充足，而且你看对比它的面部和它的颈部的肌肤，感觉面部的肌肤真的是亮亮的在发光，而且面部曲线呢变得更加的紧致。是，没错。对，那么使用这款面膜呢，完全不需要水洗，只需要呢敷好以后轻轻由下向上揭开来，如果有少许的残余呢，你只需要用温水轻轻把它卸除即可。那么这罐面膜呢，真的很适合使用在上妆前，包括拍硬照之前，我觉得你是不是也会选择这一罐呢？没错，一定要用。那我想知道，你身边一定有很多明星艺人朋友吗？那么你有把它分享给过他们吗？有，我每次都是用的时候拍个照片，吓吓他们。那么他们有开始就是被你种草，然后用这罐吗？他们后来会回传照片给我，就是大家一起吓吓对方。所以突然间觉得，原来艺人之间这个微信聊天记录还蛮惊悚的。那好，那现在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就是我们的白罐面膜的上台。对，这个面膜，哎，首先我注意到的是它的发型。你好，你辛苦了。对，非常可爱，卡哇伊的发型。那么。我们进去来看哦，你会发现说呢，尤其是在他的鼻头的周围，他鼻头的黑头也太多了吧？你发生了什么事？就从小吧，就是比较护肤故障哦，发生车祸。了解了。所以今天面膜呢，真的就是让你这个护肤故障的翻车现场，就是充分的显示在了你的 T 字部位。对。那么这个小黑点呢，其实代表是我们这个毛孔里的油脂跟污垢呢已经被吸附了出来，而且在用了之后好像会有一点特殊的感觉，好像会有一点刺痛。在我看来，因为我用的时候拿来清洁的话，它就是会因为清洁的关系，所以皮肤上会有一些些刺痛，但我觉得是很正常的，而且因为那些刺痛，所以让皮肤清理得更加干净。就没错。那这罐呢，我们的白罐面膜敷在脸上之后呢，刚刚敷上你会觉得有一点点轻微的小刺痛，这种小刺痛呢，说明是产品当中珍贵的六酸复合配方正在帮助你来松动毛孔当中的杂质。那我本人呢，其实还蛮喜欢这种感觉的，为什么？代表这个产品在发挥功效。是，没错。那么现在接下来你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帮助我们的这位非常卡哇伊的模特卸除我们的白罐面膜。我们的工作人员非常贴心的直接开始卸除鼻头的部位，可能他也看不下去了，就是到底看看这个用之前，我相信他的毛孔里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分泌的油脂啊，或者是一些汗渍，看看这个卸除以后到底什么状态。那在这边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使用这款面膜的一个小 tips。如果说呢，当然到平时你可以定期用它来清洁你的肌肤，清洁毛孔，然后让肌肤呢变得很干净，后续产品更好吸收。还有一个它非常好的点，那就是比如说你吃了麻辣火锅，或者是有熬夜加班，然后你脸上长了一两颗小痘痘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面膜轻轻的点涂在这个痘痘上，你会发现这个痘痘也会痊愈得非常快。哦，真的？对，谢谢你的演技，好棒，很配合。一定要的，一定要的。你可以再来一次，因为真的很可爱，就眼睛
哦，这眼神跟嘴巴都非常配合，这是在上表演，非常棒。而且每次用完这个面膜以后，我都觉得肌肤很清透，涂后续产品的时候，我会觉得那个吸收度啊变得会更快，后续产品变得更好吸收。因为我们的肌肤保养其实分成减法护肤和加法护肤，你要先做好清洁，也就是把你不需要的，比如说老废的角质、肌肤上这些脏多余的油脂啊都清洁下去，后续你涂抹的精华啊面霜啊才好吸收进来。 OK，我们可好像需要再给你一次安慰的掌声，因为你的造型又变了，大家掌声鼓励他一下，非常可爱。你是今天派来抢镜的对吧？那我们大家看到的时候，我们模特这个 T 字部位的，哎，我们的白光面膜已经洗下去了。我们近距离来看一下，你会看到说呢，它其实 T 字部位的这个毛孔好像已经变小，变得更小，而且变得更干净，很明显没有黑头了。对，包括像是一些小闭口的状态，也都已经得到了一个缓解，我觉得非常好用。就好像我们品牌也在讲说，我们的产品是可以起到即时可见功效的，所以眼见为实。掌声送给我们这位非常可爱的模特，好吧？辛苦了，辛苦了。那么我们今天呢，非常难得请到了我们的代言人林彦俊小菊先生来到我们的现场。那么你要不要送一些福利给我们现场的粉丝呢？当然没问题。好，一个人几百万。好好，我们继续，刚才卡掉。我们今天呢准备了非常好的一个福利给大家，那就是呢，我们邀请到了很多你的粉丝到现场，你知道外面还有很多。是，我刚才看到，真的天气蛮冷的，大家注意保暖。掌声在哪里？这么贴心的偶像，优质偶像。因为我蛮冷的，现在。跳一跳，跳一跳。好，那我们今天呢，给到场的粉丝提供了一个向小菊面对面提问的独家福利，就是你今天有机会可以亲自和你的偶像来对话。那么，怎么来挑选是谁来回答我们的问题呢？有谁想提问呢？这样我看，我喊一二三，喊的最响的那位，然后我就请他来提问好吗？一二三，我这里。你喊的最响，那你吓到我了，我选他。好 ，Hello， 你好。你好，请问你喜欢小菊多久了？你像本来刚站起来还是很落落大方的一位少女，我提问到这个问题之后，突然间就面部泛起了一抹红晕。好，请问你的问题是？只有三秒钟了，一二三。我是想问一下小菊，就是她皮肤一直都非常的好，我想问一下你护肤秘籍是什么？所以等一下，没有开玩笑。而且我是想问这位粉丝，你到底是来提问呢，还是来向偶像表达你的爱意呢？这个问题为什么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好，请你作答。我的皮肤为什么会保持那么好？当然使用了 Demgo 冬季的这个保湿面膜。对对对，然后我也推荐你，因为现在冬天就是皮肤蛮需要保水，所以是推荐你这个，用了以后就可以跟我皮肤一样好。好，感谢这位粉丝。好，那我们还有一个机会，就你知道我话还没说完，就有一位已经感觉上他脚底下是站了苹果箱吗？就马上要触到天花板了，就是这一位非常可爱的女士。所以我们今天第二个提问的问题交给你。想问一下，就是快圣诞节了，我特别想给自己准备一些小鸡肉吗？就激动到就是麦克风都断电了。推荐礼物的话，非常好的问题，因为圣诞节哦，不爱自己你怎么可能爱别人？你不爱自己你怎么会发光？也不会有人看得到你。对，圣诞节的话，我推荐，我觉得这三个我都蛮推荐的。好像我们回到了今天活动刚开始的第一个问题。对，我觉得刚刚推荐完那个蓝色的，我现在想推荐你的是这个吧。因为圣诞节的话，就是精华百罐，把那个皮肤清洁的干净以后，然后去开开心心的过圣诞节，我觉得蛮开心的。而且感觉白色好像也更符合我们圣诞的一个颜色，对吗？好像下着雪，肌肤很干净。对对对，下雪的感觉。谢谢你的回答。那到了现在，你会不会觉得我们今天工作就结束了？没有啊，没有啊。
因为难得邀请你到现场来，我们还有一个互动的环节想要请你一起参与。是，那就是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其实产品栏上摆了，包括还有一些像是面膜里面所用到的成分，那么我们现在呢需要考一考小菊，这些成分分别对应的是 Glam Glow 的哪些明星产品？有点难哦。哇，这个厉害了。对，当然如果你需要帮助，可能你也可以召唤你的在场的粉丝给你线下的支持。这个如果错了的话会，如果错了的话，这个那就要问总经理了。总经理抽饭。没事没事，我会用力，我会努力。好，那你准备先选哪一瓶的成分呢？是我们最近用的蓝罐，用这个比较多。没错，我就先。因为天气很干，大家需要用洁可蓝罐帮助肌肤来补水。这一罐它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它的气味，它的味道是这三款里面对最好闻，感觉像是椰子太妃糖一样的。但是呢，我也不知道它成分是什么，所以我只能用味道来盲猜了。对。可以给提示，大概一罐有多少种成分吗？哦，三罐了。那我选完了第一个。好的，其实我刚看图案，我还以为这个是鸡腿，我以为我看错了。我说我面膜里没有鸡腿啊。等到圣诞特款，然后里面含鸡腿。好，那我们的进化白罐呢？进化白罐的话，你看一下镜子前面好像有提示。镜子前面有提示。我选一些在我的理解范围内是可以清洁用的成分哈。哎，你非常专业。等一下，刚才有人喊什么？尤加利叶。对，我选了尤加利叶，刚听到他。那所以现场都是亲生粉丝就对了。哦，动作好快，很迅速。刚才原来是谦虚，说我不太了解，结果就很迅速、很迅猛地把它都放上去了。那么，也不要只是考我们的代言人，所以我们现场的粉丝，大家觉得他的答案都正确吗？正确。真的吗？真的吗？你说的都对。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你说那个是鸡腿，它就是鸡腿。洁可蓝罐里面有鸡粉，记得大家。没有，洁可蓝罐里面是蜂蜜，但是它闻起来非常有让你觉得洁里面浪漫的这样一个氛围在里面，而且是我觉得敷上它，这样我觉得好像是躺在海边已经在度假了。对，没错。那么接下来呢？哎，大家要不要掌声鼓励一下我们的代言人？这么棒的答案。当然了，这也请诸位粉丝呢把掌声送给自己，毕竟也是在你的帮助下他完成的。好，那接下来呢，启动我们的一个打板的合影的过程。接下来呢，邀请我们 Glam Glow 格莱美中国区副总裁、品牌总经理 Scott 袁先生上台，以及我们丝芙兰中国区商品副总裁 Julie Ray 女士 ，Please on the stage, thank you。请送上我们非常炫酷好莱坞风格的一个打板盒。并且请我们现场的摄影师呢留下这非常宝贵的荧幕。Are you guys ready? Welcome to 1, 2, 3。我们一起来喊倒数三声，好不好？三、二、一，打板。发生什么？非常棒，非常棒，就。Gotta do it again. Okay, one more time. 我们一起喊三、二、一哦。三、二。一，棒棒的，恭喜格莱美全线入驻丝芙兰，谢谢大家，请大家留步，我们让我们留用诸位现场的摄影师呢留下这个珍贵的一幕，谢谢。来，看这儿，看这儿，来，看这儿，这儿，这儿。好，现在是中间机位。往这儿看，往这儿看。OK， 左边机位，右边机位。好，谢谢。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邀请我们现场的其他诸位到场嘉宾上台来一起共同合照。我们的陆雨桃女士，我们 Lawrence 先生，我们的 Maggie 先生。来，看这里。哎，大家看我，快这儿，大家。我们代言人不是打板打的稍微慢一点，就是大家都合上了，他是开着的，反正他永远是最抢镜的那一个。OK， 好，大家，谢谢大家，请大家回到位置。感谢今天所有到场的媒体、博主和粉丝朋友，再次感谢我们的代言人林彦俊先生的到场支持，谢谢。好，请回到后台休息。